哎，老弟，你说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会被关在一个柜子里啊？哎呀，你别问我，要问问那柜子。哎呀，看来等他醒了再说吧。混蛋竟然弄伤我妹妹！哥，我没事。我这是……你们是谁？问得好，嘿嘿，你听好了，我们呢可是你的救命恩人。救命恩人？那你们应该有事要告诉我吧？告诉你，可我们还想知道你是谁呢。不对，哎，你站住啊！瞎折腾！谁能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